今天的手巡枪手出现，你哪边搞啊？你哪边搞？香蕉啊！为了行销台南市的山啊，市长赖清德这阵啊是真无闲。6月21号伫个台北火车站请来面包师傅吴宝春代言。7月7号伫个大雨当中，又再次伫个台北的希望广场为山啊来促销。好，好，非常欢迎我们民进党苏贞昌苏主席也抵达我们希望广场现场了，欢迎欢迎。啊，咱今天的最主要目的啊，是要来行销台南市的夏日的龙啊红宝石哈、哦，台南市的红宝石上盖好食的山啊就对啦。啊，今日吼、哦、速度无够，所以咱特别搬车苏主席来冲冲冲啊吼、哦！面对着台北的乡亲，大市长一方面甲大家介绍爱文山的故乡，就伫个台南的国际，一方面嘛甲因讲好东西，都爱跟好朋友分享。甜蜜蜜旁观五山啊，千万唔通错过。今仔日啊，要来行销的大宗，有咱是品质上好的爱文啦，好、哦、爱希望大家会当多多采购吼。咱俗语有一句话咧讲，吼，讲好东西跟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哦，台南市所种出来山药才好食着。啊，今日来到希望广场，要分享哦，台北的好朋友希望，就是会当食着上个好食的山药，吼、哦。台南市的山药红顶顶，足水，甜起来足香，食起来足甜。所以人咧讲啊，讲顶港有出名，下港有名声。这个名声叫做碳钢筋，哎，伫当日本的咧统计呢，所以的山药内底日本人上爱的，台湾的山药，打败这个泰国啦、菲律宾啦、印度，上爱食的就是台湾山药，甜又好食。专工来为咱台南的山药挂保证的苏贞昌，一徛上台顶就出力发声，讲台南的山药是品质保证，尤其即马食山药是正着时，买买卡手来紧。20年前我做屏东县长的时，我带屏东的乡亲农民来到台北市在卖水果，当时卖的是莲雾乌珍珠，哎，当时就是讲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。今仔赖市长摕到台南市上出名的农产品山药爱文，要来跟好朋友分享，这正港内涵。你看，咱免去到台南市。会当食到台南市上好特产，啊！这山啊，足水，就像咱的赖清德市长安尼足水同款。刷了这山啊，品质保证，就像咱赖市长的建筑向得好同款。啊！这你拢免惊伊买到假货，你这也免惊伊食到塑化剂，这拢纯的。啊！搁起来到遮有够俗啊！这上内行。这若伫日本，一粒山啊，台票2000块，我亲自去看到。伫日本的超市，一粒台南的山啊，2000块台票，要惊死啊！我今仔来对数的啦，啊，就想我讲，啊，我来甲斗卖，等下赖市长再送我一粒啊，摕转去食咧。所以这上好的，啊，若要好的，买着趁早。我相信数量有限。赖市长亲自推荐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要就赶快，慢就无啊！在赖市长含着苏贞昌的鼓舞下，新北市农会上东捧场，马上就采工2000箱。因为刚刚现场说要加码，马上改数字，本来几千哦，几千箱就吧，有没有？全部都见证到了哈、哦，马上现 double 上去了哈、哦，变2000箱，掌声鼓励！哇，加码嘞哈！除了卖山啊，清凉鼻道开的山啊饼，也伫个赖市长苏贞昌的带头下，吸引了满满的人气。好、哦，完成了。好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把爱文芒果放在上面哦。哦，画龙点睛最重要的，来来来。哇，好幸福哦！我们夏天最甜蜜的顶级享受哦，口水都要流。
留下来了呢。哦，咱的爱文芒果今天有够赞呢，今天吃过都会怀念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比个赞哈，来，爱文芒果甜不甜？甜。爱文芒果赞不赞？赞。好哦，恭喜哦，真的是好好吃的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有的上去，有的下去，来，这边修工作同仁就把引导一下，摆对要把摆几类都好啊，还有摆几类都好啊。